接下来呢，又有什么遗珠？今天好多、哦，很多。今天就是要把这些遗珠都拉回来唱，对，是不是？嗯。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歌是关于什么的？我觉得是异乡游子心情的歌哦，异乡出外打拼游子心，错瓦郎啊。哦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南部上来的，嗯、那。嗯，我其实这一类型的歌对我来说是，就是一直都很重我。就我那个时候当初刚刚开始上来台北录影比赛，然后我也是，我记得异乡游子的心情，我那时候每次上来我都要听那个林强的《向前行》。到后来在台北开始唱歌，逢年过节就是回不去嘛，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都是在工作，又很喜欢听。其实我觉得新宝岛康乐队的《鼓声落响》也是在讲异乡哪样游子的心情。那今天我想唱这个歌是小时候很常听到，可是都只有听到一两句，没有听到完整的。哦，就是最早期的寒风了，姜育恒大哥。哦，我知道，泽动的心。哦，异动异动异动，看错边，异动的心，异动的心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今天要来演唱《异动的心》，欢迎卓一峰，谢谢。是否有